我把上面那个先海灵核心先把它用好了。嗯，我在上面，我在上面用你顾下面。<笑>路也没了。啊，那个巧克力就是走刚刚那条路。我知道，我知道。哎，杰克，我们现在加分到也破坏一下。没有没有，他头这边有脸。在后面，在后面。哇。啊，巧克力就是走刚刚那条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要穿装。他要来了。 没事啊，这装备挺重要啊。重要的是你要进攻，要不然就会被压制。杰克有两个人哦。好，不然你把它埋起来，你把它埋起来，这个洞。把它埋起来。哎，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石头多叠一点，石头多一点一点。有，墙的，有墙的，哇。丝网多叠一点。好，我再去买。好痛的剑。 哎呀，要不要击退下去？是吗？啊，掉下去，掉下去，掉下去！嗯，学会了。哎，不行，我的装全喷了。现在那个我们的零度太少了。对。哎，我们零度没有燃烧度啊，大家。没事，太忙了，吸附不了燃烧度了。对。他在哪里？他在上面吗？在楼顶吧，应该在楼顶。 我楼顶五层这样了，那只丢那个，我零炉也塞一下，我受不了了。我在家里头顶也放守卫了。巧克力就箱子的铁都拿一拿吧。对，我把它全部拿去烧。这样够吗？我就蹲在这个地方。本机，你看头顶这样够了吗？还是还要再多？混蛋！我们还。 我下去，我直接下去。一个洞一个洞那样铺，就是铺一整层。哦，好。我先去用一些木棒好了，真的有点太缺。没关系，零炉 OK 啦，我们直接弄分数吧。OK， 那个，你们先冲分数吧。就是尽量那条路让大家知道，这个有进攻才有机会。好。 方法，那个金黄药水很难弄吗？完了，我不签名。现在有点难，因为好，那现在不管，那没事。我就没有再做了。你们钱有空也可以抽抽，有不死图腾也可以。好，我手续保持放在这里的。你们抽抽反而也可以那个啊，就是有东西就可以丢零炉了。好的。杰克，我们再冲啊！抽。好。这是什么？ 位置小于四，黑恐惧的世界啊！那个亮度，好黑。我看，你说看能不能帮忙弄一些更强的装，那个武器。啊？你是要钻石剑吗？还是？然后我觉得我们免洗去挖，其实应该还 OK。也是可以啊，对啊。装备至少要超满了。对。最低限度。 就一般的，我这边还有一罐两罐饮料在。简单的铁装，甚至有宝衣也可以。嗯，然后他们如果等下守这里，我们就中间也来。然后刚刚我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在守备，所以会换一条路走。哇，对，已经有在守了。哦，有人来了。哎，他武器超强哎。哎。 正面，他走后面的路去猜他路啊！哇，这个燃烧太扯了。下一个，下面。对啊，一起，一个人没办法。对啊。哦，他有燃烧哎！哎，掉进洞里。杰克，我们一起吧。超级小心。走出去吗？喂，那我也不用蹲着，反正我也会亮晶晶。杰克在哪？ 我在那个走出来这边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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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能不能敷一把很好的剑。是还好，就走，就不要理他。方法你走，你就走左边走了，像这样。他的磨合心怎样？
打进人家帮他补一下。我有在补，你多能量。我被打下去了，我被打下去了。好，那个还是要稍微用一下。买那个击退脚。不是，抗击退脚。嗯。不是他们死掉喷回来。一个敌人。右边有一个。看一下。右边有一个，我看到了，家里有人哦。哇！啊，出我家分的。我来了，我来了，我回去。亮晶晶，亮晶晶。他摔死了，摔死了。让他死了。怂越来越多。怂。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在外面呢、啊。还有保护四的裤子。你说我，你说后面加分要放什么？啊，是补能量而已。哦，补能，要把它歪了。应该有补了，就是能那个、啊。现在补回来了。补能量就把它挖，再挖去一下能量满。哦。迪叔，我们也走。迪叔，杰克，我们先走、哦。好。迪叔，这里有没有跟上？我没跟上。有。哎、欸，等一下，我后面有人，后面有人，我看有500多哎、欸。600，他可以挖到600。然后掉下去，掉下去了。对啊，600满。所以我要挖他，挖到600。对对对，你就挖到600就可以换下一个。哦，有了有。嗯。啊。在旁边。他还有一个加分岛在比较左边的地方，还是一个超级腿的。下面的，脚脚可以买一个抗击退的皮革脚、啊。嗯，他蛮多的，好用。嗯。哦，离不开家里有点痛苦，太多了，被压制了。对，趋近死亡。不行，我的风力是燃烧2。你说你是不是另一边？这边也给你们。好。又在扫啊！又给我不走、嗯，好。我放在家，哎、欸，小雨先。哎，那前面你吸到了，风力是燃烧2。我放箱子，小的这箱。不可。哦，钻石点，补一下。哎、欸，杰克，这前面有一个，看来得打了他才可以。有空桥叠叠。行哦，迪叔。对。嘿嘿嘿，我以为你是敌人。没，我是敌人，我在你后面干嘛？我小时候在警告我后面有坏人。你在上面？对，我们在上面。好，现在4-1了。现在下去吗？现在那个守护者没有发光效果了，需要稍微注意一下。有，我在家里面丢发光。里面没错。走，路好像被拆了很多。我不敢离太远。那个路。啊，喷张力已经会影响到那个死亡重生时间。没关系，努力冲。这路真是很漂亮，要爬到顶。我有封山的钻戒。封山者。这我们要一起下去哦。小雨，你要封山的钻戒吗？没有，我有那个封山的铁剑。哦，主要是我出不了吗？还是你到门口了？你要出去吗？糯米这给你，就是如果有那个光网亮的时候，你就用这个，就会亮晶晶。哦，有了，就像现在丢它。你们进去了，你们进了、啊。又见他，又见他。好，进。又见他，他人在哪？他被他们就会亮晶晶。他们很多都在打我，很多在打我。在外面吗？对，在外面。对，有两个哎、欸。他是不是有那个三？守护者，守护者。有。哇，那个好讨厌。都折死，挖，挖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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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掉了，还有，啊，对，他还在射哎、欸，对，他还在射，他还活着，啊，我死了，没关系，至少是30秒，都是赚的，哎，没有三个，他在外面一直偷看，都在外面，哎、欸，有一个，有两个进来，哎、欸，家里守护者，家里守护者一定要守哦。他们有人在酿啊，外面有人在守。还好，就是伤害2啊。跑走，一个跑走了。
又在楼上。杰克，你还要再一次吗？杰克，你还在吗？我有点难，我有点难。他爬更高了。你血有补满吗？哇，谢谢。他是不是又想从上面？对，那、啊、是本机哦，那是本机。他要下来，他要下来了吗？还没，还没。他来了，他下来，他下来了，他下来了。我先把守卫者炸出来了，让他先过来给你炸一下。哈。要补一下屋顶了吗？哎、欸，不行，守卫者还在。守卫者会帮忙的。他只会炸水里啊，但是他还在啊，要把他炸掉。哦、好，我去。努力的杀，不太能杀，太多人了。好、哦，那点头。就是有黄金钥匙的话，可以给巧克力啊。小雨这是要买的吗？有枪支。可以用一个黄金，然后特殊合成一样。那个巧克力身上有3000块、啊，等一下可以买十颗爆弹。好。去买了。哇、啊，算了。因为我刚好有从那边偷到力量钥匙，看我拿。他们守护者血很残，可是打不死。黄金，然后直接拖了不少药水出来，很棒，偷起来，偷起来，哪那么好的武器？哦，哎，来，好的，哈哈哈，哦，哎，就在楼上，哪那么好武器？还不是倒了。猫咪啊，再帮我看一下后面那个三个加分岛的原料有没有补起来？又来喽，又来喽！好，我去补。等一下我先发个光，再去补。下去啦。你们要那个水晶斧头吗？哎呦，你可以做给钱钱的。回来了。好的，好的，我做水晶斧给你们。哎、欸，我把他们那个哎、欸、分数我们现在领先、欸， okay. 我把他们加分岛给抢了， yeah.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守住家里，然后跟加分岛都有就可以了。好、嗯，对，好的，我还应该我应该是继续骚扰吧。好，你可以继续骚扰。对，家里那个素油滴珠，在15秒就可以赢了。好，在15秒有，快结束了，结束了。刚刚那波有赚有赚，嗯，对，你们那个很。哎呀！他回来了！哦，突然间就逆转了！好晕哦，晕了，太混乱了。有有有，那挖几次？他们后面也忘了弄顾加分岛了，他们只顾着我们。我那个加分岛，我挖一下直接就占领掉了。嗯。太忙了。有也让他们很呛。我只能说，可能这场跟意外蛮意外的。他们只是就一面倒哎，刚刚前面他们挖太多，一直在挖，他们真的是狂挖猛挖。对面太多会玩的人了，那个一开场我们都富豪过来啊，我们只是在等啊，我们都等那个书柜开四个就可以了，只是等的有点久，嗯。哎，因为书柜啊，我想说书负责书，就他感觉想要负责另一种的书。输掉的输差点就输迪叔怎么办我会了下次我会了有有看到你的书柜很满看到了看到你的书柜不让人不让人走路哎、欸、整圈围起来没有个出入口辛苦大家守家哇！你们从上面就在蜘蛛网了、喔，因为他们一直直接跳，一直从上面下来。因为没有从上面的话，他基本上刚刚就是可以直接贯穿下来，嗯、他们就直接跑、哦。我想说，哇，那个核心也是被挖好多次，嗯，还好有挖回来。喂，还好你们挖回来了。他们主要有几个那种都附那种击退武器，一直被打飞。很麻烦，一直打一直打。之前教会他们击退武器太 OP 了，现在他们都用了。出门要买一双皮革鞋才能出去。超可怕！抗击退鞋鞋先穿的。敢出门。有守住，有守住。太危险啦！966，辛苦啦！辛苦啦！辛苦啦！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这一次的辅导创业啊，前期还在那边悠闲自在，结果呢，直接对方来势汹汹，然后我们这个其实岛
应该也是会盖岛的人太少啦，不然的话其实抽空盖一下一些树木岛或什么的，就是一些自选的树木岛，那其实树木就会比较够，只是因为疲于奔命真的是忙翻天。那最后好家在本集有盖一条优秀的左边道路，跟着他以及杰克来回几次进攻成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的辅导创育啦，喜欢的话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留言并且订阅我们，咱们下回再会啦，大家拜拜。